typically born with men.手痒，它就会有声音出来，就跟那个打飞机。 是这个出生地段，然后那个 flag foot， 在英国，然后纽约布，英国，然后这个是布，广西，经过帕萨边境。 就可以到达，哎，这个病，这里是病，然后可以到达 B， 这是他一生走过的，这就是当时的地图，莫希米亚，波西米亚，这是澳洲帝国的时候。 这是描述拿破仑的军队，从欧洲到北疆到越南的，不是啊，这应该是维也纳的地图。 Это место, где я люблю меня.
这种讲的话，就是他的发言，像这个个人设计的，你的小舞台，这就是他介绍他的一些图片，还有一些相关的物品。见他的拐杖吧，指南针，他在被他弄烂走过地，这个是 receive那个时候拉四重奏，刚这一张是1803年，月宫第五号交响曲。第三号，要是拿破仑打过来欧洲，整个1803年，1805到09，thank you.
真的不过。再讲 Space and the Sun， 空间，但是漏掉了。是草稿。刚才我拍的那个后面，花园里面那个，这一台古钢琴。漂亮。